你看一看，台湾很小，更深的，更太深了。请坐下好吗？对不起，主委要讲话，那就坐下来吧。助理啊，你助理要讲话，主委要讲话。你先不笑我了，很多认识的医生都辛苦，有的时候我长大了嫁个幸福，结果没想到嫁个幸福。好，泰飞哈，主刊的哈，那个有 B 总哈，啊蔡总哈，给贵宾哈，包括哈。还能马红跟董事长哈，不然就董事长哈，跟马红的团队哈，还有呢，世界哈，台湾客家联合会的总总会长哈，有时哈，还有那个创会哈，还有前任的会长哈，啊顾问哈，阿苹果哈，梁鹏鹏哈，还有我们在所里面的哈，有青岛新加坡的贵宾哈，包括我们发牌哈，啊那个新的会长哈，啊那个会长陈会长哈。啊，个群众可能潜意识吼，啊嘞，总会长了吼，啊，不多吼，五太祖吼，个总会长吼，加上吼各界嘞吼，啊那个会啊那个会长，不过再加上嘞吼，可能台湾来嘞吼，各客家师傅吼，台语嘅吼，那个伙伴吼，啊，最重要嘞，所有位吼，在座位吼，可能来自。三太祖啊，三太勇五太祖的啊，啊那个所有的乡亲哈，给咪安分了哈，就领到客家委员会哈来做动哈，来抢银行了哈，啊给咪应该讲到过哈，是哈总传了哈，是总传，这都我重要咩了哈，苏先生，当然做一个主任哈，请感谢他各位光临了哈。今日这台呢，我请人也蛮简单嘞，哦，不用请哈，过困难哦，哎，他家可以出席哈，那个做主任的光荣啊，再感谢大家给面哈，好的，哎，光临的给安全安排了哈。啊，给面开会呢哈，其实都行了哈，来一次就会沟通哈。那刚刚俺俩猜错所有的详情啦，即家吼卖机票，即家吼交报名费吼，即家呢吼，啊个诶吼，啊那个所有的费用吼，开支呢吼即家出，啊来都要参加，热心参加，哦，俺俩个每一个拖累费吼，每一个员工费，啊一个今年的费呢，主办单位呢吼，那个一次来要个7-300公开。都是感谢哈，从初二五啊，到今天早晨，到今天无哎，再一次呢哈，要感谢咱主办单位的用心哦，一个会议呢安排一个非常非常好哈，啊不单呢哈，对客家的文化呢哈，客家互相认同哈，哎互相的哈，来这个讨论，应该呢也展现咱客家族各不同的国家哈。就采集国民哈，采集哦花呢哈，连接呢哈，有非常强的能量。不是现在客家呢发挥力量，未来对俺们台湾跟国际的关系、国际关系呢，一定有潜在的能量可以再做贡献啦。也给吼再一次吼，拜托客家吼，跟俺们主办单位用非常以及以所两头的所有的俺那个团队啊。哦，感谢三方用心的，感谢顾总哈，感谢董事哦，感谢你。啊，另外呢哈，里面呢哈，其实来谈几下，从来无办法全部谈了哈，所有的讲啥哈，从用心去准备哦，讲的呢非常的好哦，包括俺的哦台湾那个气候的哈，俺的客家事务的哈苏总哈。也都准备了非常的充分，哦，让客家非常了解，然后台湾未来客家吼，中央地方吼，将来用的努力，跟客家所有乡亲相关结合吼，有个明确的方向吼，跟方法，哦，客家吼，从他来努力。其实呢，另外呢来讲啊，最困难、挑战最大呀，还是听阿婆吼，听阿婆的客家戏曲的演出的。买票的哦，
演出绝对无问题，唱用心恰当，唱够中吗？哦，也可以举光谱真的啦，不但是台湾哦，现在吼，台湾客家的戏剧全世界第一名的啦，全世界第一名，也可以绝对无问题。那卖台湾的吼，其实都紧啦吼，其实有七多个单位吼，九多个天数。当然，咱咧客家戏主办单位呢，新三万部的推出台湾。哎呀，中间青岛咱咧客家的相亲沙团，啊，佫也有唔咩客家的相亲沙团的吼，啊，有卖台湾吼，客家人吼，啊，那个捧场吼。故所以成绩呢，其实非常超乎我的意料哦，非常的好，再一次感谢。哎呀，中间啊特别该感谢的吼，咱咧都。赞助台面包括吼，赞助台面包括，今日应该你个发红的吼，对方呢，我见两张机票了吼，两张机票啊吼，我不然呢，他家就出奖了吼，就他家出奖，那个机票呢，也感谢，另外也感谢，那个台湾主乐山机啊吼，有很好的旗下人员吼吼，比如讲包括吼合作评估吼，合作评估，包括台湾中小企业吼人员吼。包括中心吼，中心金元吼，中心金元吼，包括天元吼，华南元吼，中华元吼，台湾元吼，等等吼，以下个元吼呢，都可能比我们客家的一个祭拜吼，都海外卖台湾演出的吼，演哦都最后一关头的，就同我们同我们一起力量。啊，一个呢，我感谢乜嘢呢？我感谢邱议员的吼。不可以嘞！来，实在讲啊，因为拜先讲两件事情了吼。啊，这样先讲啊，来到他刘女吼，啊刘女吼呢，其实就拜到蚯蚓吼，去处理，伊没用地方，伊有咧提前准备啦。其实平常他讲咧吼，就亲友搞起嘛吼。啊，拜到人天数吼，啊人咧就三四个地方吼，就出数啊，出入天数，多多少少啦。而天数吼。都非常怀念 ，sell 也相当心感谢了吼，相当心感谢。哦，总共呢，其他部啦吼，哦，跨部共蛮多，二十班的吼，做主任共蛮多，是太好，真快些啦。最后总太感吼，其他部呢非常吼，非常的吼，有丰沛心情吼，是一个好好的安全吼。啊，再后来呢，特别要请吼，那个华虹的董事长呢吼，也不但减量总指标，还给你。也从咱个飞鸟从头参加到尾啦，哦，再次用掌声欢迎，像活动之中来吼，双倍请大家放低音吼。
台语、客家话有广播。啊，你们听，我们是上飞上飞机、下飞机都有客语广播，大家可以坐飞机可以去看。因为呢，我行我主张是族群融合，不是说个别单单讲哪一种话，我认为是族群融合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客家人呢，对于族群融合是非常支持的，因为我们客家人也有耐性，还有忍耐的这个本性在，所以我们客家人对于这族群融合是非常支持，而且非常赞同，也能够包容其他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能包容其他人。那另外，我也特别要感谢李主委啊，还有我们桃园客家局蒋捷安蒋局长。我们在今年的8月18号会有客家菜4次，在9月份呢，客家菜会上华航的飞机。因为要做飞机的餐饮，要做客家菜很难做，因为它的制造过程当中做完之后急速冷冻，急速冷冻之后呢，再分出去，要到飞机上还要再解冻一次。所以他果然是蒋局长呢找的万能科技大学的餐饮系的系主任呢，他们去研发一些客家菜，而且能够做冷冻的客家菜。那8月18号，我们已经试吃过了。8月18号是公开邀请所有人来试吃，当然李主委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他要出点钱了。那我希望呢，这客家菜呢能够上到华航的飞机来，让大家来品尝我们客家的美食。我想这一点呢，身为客家子弟的我呢，我不容情，我一定会做好这件事情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在美国啊，现在有新增加3 Airbus 350呢，飞一个是温哥华，81要飞，还有是飞旧金山，那其他的是飞777。那这几种飞机都是在2年以下的飞机，都是非常年轻的飞机，都是新飞机。我想这些，尤其是350呢，现在大概是世界上最好的飞机，它的功能或者是它的静音、它的省油都是一等一的飞机。我们在执行这个任务，所以欢迎各位呢有机会来搭乘我们350或777的新飞机。还有今天早上我们那个国会议员的主席提到呢，要不要飞安大略机场？那我是7月份的时候有来过安大略机场，那时候他就跟我提出来要飞这个飞机，要能够到安大略机场。那我花呢，在上个礼拜呢，已经派了一组人马过来，包括客运、货运、维修、机务，通通都来看过的。那因为他们前2天再回去，我已经出来了，还没有碰到面。我回去之后会跟他们研究，假设。在华航能够控制得住它的成本的话，我就会飞安大略机场，给在这边的我们的华人非常非常多。我们也做过他的调查，希望他们也希望我能够飞。我想呢，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好这件事情。因为这主席8月30号要到台湾去，觐见我们的蔡总统啊。我希望在8月30号之前呢，我能够做一个定案，也让总统能够有些。能够伸缩的做事的一些的筹码在啊，我想我会尽最大力量来做这件事情。当然，欢迎各位，身为客家子弟的我，在这外地看到所有客家的长辈在这边的打拼，让我非常感动，也让我非常多的学习啊。在这边呢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请拍打好。我今天是参加亚伯的 committee member 的中央伊斯兰上向大家放起来放起来大家介绍一下 committee member 来到 committee 的 member 请你们暂时站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？多一起站起来，谢谢谢谢。安子生，参加人非常辛苦，哎呀，然后
配 on the warranty 也付钱的啦，但是有的业主也不当说时间有三点钟，不要来当丢啦。感谢，感谢安度当做很多多，还有四大单位，包括所有政府、财务、宣传、文宣、编辑的太多秘书、沟通，全部非常的辛苦，要不然。啊，当承德干部，干部都要有余无间的，感谢。有个他主任讲的吼，要不挺困难的吼，里面很基本都要个 charity council 慈善业委会，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困难不容易。有哈比批的啊，开始有汤永平告状。全队的职员，韩国呢，还有行政来跟雷新的，行政来新的，请你站起来好吗？阿佩真非常非常难的，刚才谢谢谢谢你，龙兴集团的，请你们站起来好吗？别客气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要不要冲量这个买票的方面，一个目的呢，就是能推广客家的文化，都客家按芹菜，还一个完全有信心。那龙兴高中的表演团，一听我有问题，没问题啦，懂不？如果上面都好有经济阳光，就很全部有 confidence 有信心。但是呢，民国的文化同人台湾差异都很重要，哎，那养，哎呦，很大，哎呦，暖身运动的人，暖身运动跟做很多新的开始，过很多不提的一个合同款，我希望，很多对他的表演必成功，俺从他家讲，很多台湾卖也好吃，啊，新鲜的料皮，一共还买的。九百张，到目前为止呢，差不多卖得非常好，开始家非常辛苦，啊，人家做好，有啊，付费张准备做，那个建议等我们做动作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最后的推荐，最主要也是哎呀，你把你耶，留意耶，感谢。更加很多，你平常都会做你不少动作去支持你啦吼，让内容啊，这个某一个，就波波，啊，后来咪买票啊，又再去追加100票，一共100张，一千张的数条，目前啊也定了数条，还有差不多90张，还有90张，也90张，无论如何，强个你一天啊，所有的人，不管用嘅方式去推出去，一张都无当飞的，一张都表示一个人才。大概台湾几百的一个主流社会，几百个表演，因为都三四千，而且很个上千，网友台湾人一天来主演，好，价钱的问题一样的，最后呢，用我去谈，你有能力的就做本钱。有较困难的，唔怕在人家票务组的面前来讲，用任何方式可以推出去。感谢大家哦，感谢院长，感谢天主。各位，那是我介绍，陈伟光的那个范正吉博士，要夫妻要有点地方哦，来到后面给他打。范正吉博士。哎，怎么有提到哈？哎，他讲我有东南的，这些巴黎香水跟贴纸的非常难得的，这名牌啦、名牌啦哈，叫我也同阿爸妈妈捐出500罐，也跟好，还有黄色，也跟导弹，很多本来处理方向的，对，哎，这一种鼓励，一种支持，包括。啊，帕萨丁的是一个我的工人跟推销方法，用胶皮的方式。我阿不要，发好个两条，
用用子的，也是爱用多努力方式，他个谈好，还有买生肉的双猪有一罐，一罐香水，也是名牌哦，非常好名牌。各位呢，以前买过的台湾人哦，还有一个广府的东关哈，有买150千台湾人，我有给香水。200-150台湾人，我有一罐；30-60台湾人，我有一罐；40-50台湾人，我有一罐。那安阳方式，那买过的人全部买一天，哎呀，都有香水我滚开，去买给你。各位，很艳丽的一小钱，哦，反正给叫公婆一时二滚一滚。感谢感谢哈啊！客家台数，客家台数，书上一条一腿出去，好感谢。都两个月为止，最后的话不要等给弟弟小弟弟，非常感谢客家。啊，从客家哥哥叫 THAA 哈，从1988红人1887，一寸土地都一下，一个人人太神秋。如果当初呢，做个爱学，没想到一下都变成全球性的最太古的客家组织，那 THAA 过其他的四块客家，很前面，很的前面全部当努力，还全部有两个的，有那个杨夫人到处回事，都一种老婆的人天生回事，都真多真多的前以前的全面第一批当开始。他们有一下的成就啦，啊，当中我念到的哦，啊，伊个的，啊，那年看的时候，我们的贡献，当他地方的贡献啊，都有太多个有列出来，哦，啊，第二层层都太敢感谢了，啊，不过有一点当初要去讲，哎，后年以后还能判哪样的太平啦，后年以后还能判哪样太平，本来讲是大太平。我有个推线，但是呢，目前还第一消息哈，啊，都有个东南的个沙滩，比如攀啊，非常有心情的攀，哈，那下都动态个波峰，啊，但是还说有个梯度哈，有的也我有参加，想要表演的攀呢哦。拜托，爱来波波，爱波多，哈、哦！然后目前因为吹而参加，我后年的太岁的人还都太感动。大洋的太阳族的客家联合会，对不对？客家的鼓励也跟你走，五七九，这都客家客。然后目前多年的你。还有是澳大利亚的，要党都得，但是全部都合作，不管组织方面、财力方面，全部非常好，也很多都有，也得出。各位，其他的，你还有什么提出来的吼？拜托，一一提出来，等那个提出来，从大家讨论，讲了现在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在嘛。用我们的哦，还有啊，再看还有朋友听到吹哀，我提出来哦，听我提出来，哎呀，讨论在以前呢，很多讨论，听我还都公开的支持你，好，强太大哈，更加太大哈，要不要你本来的刘德宽就吹着哈。几多日本哈，从那那无旅游哈，常常抱娃娃，你知道吗？那不拉什么啊？去黄历吗？来日本的乞丐，你要搞。Thank you.
我没有时间做梦。